谁抢的多？价格。哦，我就这一会儿没念到价，我就这两分钟没念到这个价。早啊，老板，早。然后我身后的这一台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，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，老板。咱们林肯 Z 的这款车型在售的话就两个版本，一个是254,800的，一个279,800的两个版本哈。254,800，279,800的两个版本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哈，老板，就在我身后，就是后面这台是254,800的，279,800的在后面。就是外面有279,800的，这台是24,000、254,800的，254,800、254,800、27,900两个版本啊，254,800，这个就是254,800的，254,800起。啊哥，我说好几遍啦，你看看这能不能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啊，你有问我价？条子，你不睡觉吗？凯凯，你不睡觉吗？你不是要睡觉吗？打个哈欠，好困。打个卡吧，我天天的，我主打一个，我上班我就是打卡。打个卡吧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各位老板，欢迎啊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激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我打了个卡，我打了个卡，价格多少？价格多少？老板怎么不吱声？老板怎么不吱声了呢？我在直播会不会有那个就是直播的给我挖走？大千灯主打一个哪有事哪到，主打就是一个哪有事哪到。我上去我就去溜号，这是你们的工装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的工装是上面白，下面蓝，我们工装是白衬衫。然后蓝裤子，我这个人比较个哪子，就是想跟别人整点不一样的，所以说我穿了个白裙子，蓝上衣，反正跟他们也没什么太大区别，不是蓝就是白吗？不是蓝就是白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是我们的工装哦，不是的，我们工装怎么可能会穿这个？我还是觉得这个衬衫配这个，我还是觉得这个衬衫配这个珍珠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就是很好看。拍个照片吧，它真的很好看，这比工装好看。对。能不比工装好看吗？航海家现在啥优惠哥？航海家这边哈，航海家这边，我不出去了哈哥，我看你 IP 地址在黑龙江，因为他就在我现在咫尺的这个位置，所以说我寻思我不出去，我不出去也能那啥哈。新广航海家在这儿哈哥，新广航海家现在什么优惠？我们直播间报价哈，直播间报价哈，至高是10,000的这个现金优惠哈，至高是可享10,000的现金优惠。这10,000是什么？这10,000是什么？咱们7,000的一百抵7,000哈，一百抵7,000的现金优惠，加上4,000元的置换补贴哈，加上4,000元的置换补贴，如果您有车型可以置换哈，置换到我们 4S 店额外多咱们4,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哈，所以说加一块就是10,000，置换就是10,000哈，老板，置换就是10,000，至高可享是10,000的这个购置10,000的这个现金优惠哈。如果您是本品的话，
如果您现在开的就是林肯，您有林肯去置换林肯的话，那是6000，是6000的补贴，它不是4000，是6000的补贴哈。那就不是4000的补贴了，那是6000的补贴了。你看，这台车你看才上市多长时间？5月，这是多少？五月，今天是5月29啊，现在这台车才上市一个多月哈，才上市一个多月，所以说哈，老板，所以说航海家现在就是这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。以前咱们家林肯 Z 刚上市的时候，冒险家刚上市的时候，林肯 Z 冒险家刚上市的时候，包括咱们之前老款的飞行家，就是飞行家刚上市的时候，都是一分钱优惠都没有的，零优惠销售。零优惠销售，你还得在我这买点啥？现在航海家不仅有折扣，不仅有优惠，优惠力度还很大哈，优惠力度还很大。然后老板，您具体想了解一下的话，您可以点一下左下角的小风车，在这个小风车里面留一下您的11位阿拉伯数字，还在这个块点一个，在这块点一个立即预约，然后在这块输入一下您的这个11位阿拉伯数字哈，13333333，19999，啊，就直接就可以了啊，直接就可以去点这个立即预约了哈，老板。直接去可以点这个立即预约，但是我看您的这个 IP 地址在黑龙江，在黑龙江您会在东联路口，对，东联，对，您看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挂了一个定位，你看啊，老板，你看吗？这呢，这挂了一个定位，大连金狼林肯在这儿，还在这个，在这儿呢，挂了一个定位了，已经，这不就东联路吗？这是东联吗？这是东联吗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东联啊，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东联，不知道啥地方，这反正是个桥，这应该是东联，应该是东联，是的，那个是东林的高架，这底下是西南路。那我们那块有一个西南，这块的牌子上写的是西南路，往前面那边是大坊，就是谋士骨科的那块，然后往那边的话是翠柳。哎呀，东林，我不知道那是啥高架呀，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。那我这个不是北站的那个店，哥，对，北站那个店的话，确实是在下路口那块有一个店，在那个华北路上，隔壁是英菲尼迪、蓝图，还有那个燕德堡和本田。我们被夹在中间，找我们还不如找汉庭酒店，汉庭酒店都比我们好找，汉庭酒店老大一个了，找汉庭就可以，你找汉庭就能找到我们家店，因为一般找汉庭的都先去我家店，我家店里一天能接待个5、7、8个吧，酒店怎么走的？我也没少卖，反正是，什么叫只有展厅？我在北站的时候也没少卖嘛，真是，好歹有一个月还前做过我们北站的销冠呢，好歹有一个月我还是我们北站的销冠，怎么了？哼，我去。这玩意卡死了，是没售后吧，反正是确实是没售后，那边再谈了，就是说想往这个就是想弄个售后，
想弄售后，但是一直都没弄，不是就是没批，没批。能看清吗？这个前脸，老板，能看清吗？前脸是没售后，确实是没售后，他不可能有售后哥。就那么大个地方，他有什么售后？感谢我、感谢王老板的粉丝灯牌，感谢王老板的粉丝灯牌。王老板也十级了，我靠，太狠了吧！咱们三个，妈妈木木都九级灯牌了。十级了，太狠了！我怎么觉得这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味道？为什么臭烘烘的？厉害不？咱搁北站也潜当过一个月销冠的，只不过是并排，只不过是并列的销冠而已。并列的，我们俩都卖了5台，都卖了5台车。没关系哥，我不需要你给我送礼物，我需要的是陪伴，我不需要面包，我需要陪伴。面包我自己有了，虽然说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够我自己用了，不需要面包，只需要陪伴。贴心吗？我这样的女孩贴心不？我他妈要凯哥面包干啥呀？凯哥挣点圆的容易吗？凯哥他们单位都发不出来工资，老可怜了，一天上个鸟班，开着点籽儿，凯哥一天给自己攒老婆本呢，舍不得花。凯哥，我要凯哥面包干啥？我都舍不得花凯哥面包。哪天不是职业装？天哪，就有几天没有穿吧，一共有几天没穿职业装？你们就这样，哪天不是职业装啊？再发一个福袋吧，我刚充的抖逼，我刚刚充的，别一会儿让我花没了。哎呀，点了。什么呀，八字没一撇呢？他在没在？他不在吧。感谢粉丝灯牌啊，感谢老板的粉丝灯牌。八字没一撇呢，俺俩还没在一块呢，干啥呀？别这样，没开玩笑，没在一块，真没在一块。一天让你们八卦坏了，上午好，杨帆起航，老板，上午好啊，老板，上午好。老板可以把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参与一下哈，老板，我们可以把左上角的福袋参与一下。我这块怎么都曝光呢？是咋回事呢？我都不理解，曝光了。
左上角的福袋哈，老板们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，在这个位置哈，老板们去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哈，老板们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位置哈，老板们去参与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哈，家人们。然后咱们有具体想关注、想了解的车型呢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，老板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。主播现在坐的这个是咱们家林肯 Z 的一个尊雅版哈，咱们家坐的是咱们的一个尊雅版，一属于说现在属于说它是顶配了，一个顶配的车型。如果现在您想考虑林肯 Z 的顶配的话，就这么一台哈，就这么一台，我就屁股底下坐的这一台，百年纪念款哦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，欢迎各位老板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大家。哎呦，你是典型得了便宜还卖过，我没有，真的还没在一块儿。我一直推这个事儿，我一直推脱这个事情，延缓了这个进度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说完我紧张，完我抠手，你们愿意看我抠手吗？别说了，紧张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。咱们左上角的福袋给大家发了哈，左上角的福袋就给大家发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福袋，我们去参与一下哈。我会儿天天早上就搁这儿。哎呀，我一会儿应该去会儿家。洗个头发呢，一会儿慧慧在家不？我想知道在不在家呀。他在没在家？我想去找他，我想去找他玩儿。这块不好看，这块明显就没有刚才那块好看，我也是醉了。欢迎哈，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，大家早上好啊，老板们早上好。照照镜子吧，那鼻子也很难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角度，我的妈，愁死我了。从上班上挺早啊。能不倒吗哥，我今天七点四十五，今天七点四十就播了，之后我应该七点半播，要已经有点晚了，我应该是七点半播，我的鼻子很痒，我就感觉我今天鼻炎好像又要犯，有点烦了，天天犯鼻炎，就没有一天不犯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，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。上班早吗？同上班就是咋说呢？哎我。家人们，一个大反海蓝的领航员，好帅，好帅。东北夏天柳絮太多了啊，柳絮特别多，然后我就，这不是夏天，就是马上要入夏了嘛，柳絮什么的就空，就是我就是本来花粉啥的就过敏，就好不利索，这家伙的，利索不了了呢，这还。利索不了了，真是。老板们把左上角的福袋参与一下哈，老板们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参与一下哈，老板们。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哈，头顶的位置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然后左。上角的话给大家发了，给老板们发了福袋哈，老板们可以去参与一下。
我去，好像没拽了，为什么卡了？为什么卡了？我现在我是坐也不敢坐，是站也不敢站呢。我真是，我就怕他封我号，我真是我老害怕了。我真的我怎么整？我怎么整他才能不封我号？我怎么整他才能不封我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只是穿了一条我喜欢的裙子而已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别这样吧。蹲着就不卡了，你看刚才是不是卡了？刚才是不是卡了？我在地上蹲着呢。不用鉴定了，哥，这原厂呢，上面带 3D 大 logo 的全是原厂的。你给那个打开，你看看上面印没印 Notice 那几个英文字母，看这几个。哎我看这大灯帅吗？家人们，就这大灯就飞了一下，迷不迷糊人？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家人们，帅不帅？这块怎么黢黑黢黑的？蹲着就不卡了，卡？怎么他这都卡？他怎么可能不卡？蹲着就剩脸了，老板，蹲着那就剩脸了。拿着这块光不太好，这块这新弄了一个什么东西？我什么时候无视你了？要你要回家扒苞米去？到八苞米时候了吗？你骗农村小孩，谁不是农村小孩咋的？你说你骗谁不好？你骗我，唬我，抓唬我。我是来看车的。林肯啊，是林肯呢，哥。不是来看主播的，好呀。我也没拦着你看车呀，哥。喝啥怡宝？我这喝啥红牛啊？大早上的。喝什么红牛嘛？一大早上的，不喝红牛，不喝红牛。妈，我没参与福袋吗？谁中福袋了？谁中福袋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谁中福袋了。哦，恭喜杨凡奇哈，恭喜小新哥，恭喜小可，恭喜恭喜宝贝们。恭喜宝贝们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，恭喜宝贝们，我得往后撒一点点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激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狼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。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哈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，老板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。左上角的话福袋刚刚解除啊，然后咱们如果想要发福袋的话，咱们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，一会儿再给大家发新的福袋哈，一会儿再给大家重新发福袋好吧，宝们，一会儿再给大家发。然后这边的话
这边的话，如果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呢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啊，阿哥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车。这个脚垫啊，哥，你真难为我呀，真是难为我呀。我找一找啊，我找一找，我之前应该有拍过，我之前应该有拍过照片，之前应该有拍过照片。难到我了。哎呀，好好的，不闹了。怎么今天早上没有？怎么今天早上没有看车的？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？今天早上没有看车的是咋回事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没提溜鞋跑吗？我想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今天早上没提溜鞋跑吗？我今天这个鞋跟不高，而且它这个跟它有那个呀，一个红色的小甲壳虫，好可爱，好可爱的一个甲壳虫，我想买一个，家人们，我好想买一个甲壳虫，太可爱了，这东西，这东西太可爱了。我靠，太可爱了，我太喜欢了小甲壳虫，我怎么这么喜欢，太喜欢了。好吧，那比起林肯 Z， 当然说是林肯 Z 更帅一点，但是小甲壳虫也太可爱了吧。这种虽然只能坐两个人，但是看起来这么可爱的东西只有甲壳虫了吧，我觉得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各位老板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。然后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呢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。左上角的话，今天现在还没有发福袋，还没有发福袋，但我们一会儿会发的哈。我一会儿看一下点赞点到多少，然后看看怎么给大家发这个福袋哈。我们稍等一下哈，我们稍等一下，然后想发福袋的话，我们等一等，很快就会再发福袋了。很快就会再发了，然后咱们有具体想关注想了解的车型呢，老板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。主播身后这一台呢是咱们家全新的林肯 Z 哈，全新的林肯 Z 身后的这一台好可爱。这个姐姐她要卖吗？她要卖吗？找呀，找 GPS 车位定位终端，行业原创。找呀，老板。找呀。找呀。哇哦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。我想稍微的坐一会儿，但是呢我觉得我站着和坐着效果没什么太大差别，所以说我想稍微的坐一会儿，我换一台车，我再坐一会儿，我换一台这个棕色的车，我换一台这个棕色的哈，我稍等，我再坐一下，我再坐一下。这红色的甲壳虫太好看了，家人们，我没开玩笑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我真喜欢。坤坤叔叔，坤坤叔叔，那个红色的小甲壳虫好好看，我的那个甲壳虫好好看，好好看呢。那甲壳虫哪年？好看，喜欢，买，买。打不准，你给他给个。卖我吧，要不我抓紧去考驾照，卖我吧，好不好看？四好贵。果然，好美丽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进口是吧？
好贵呀、啊，好好看呢，但是多好看呢，这小红色。家人们，早上好！感谢粉丝灯牌，感谢萌萌的粉丝灯牌。我在看人家的那个红色的小甲壳虫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！家人们，就是快点醒我，快骂醒我，快骂醒我！家人们，快骂醒我，快点骂醒我！家人们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好喜欢。这红色的小车车真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喜欢。能看见我这个眼神吗？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小车，真的是很喜欢。我要给江凯发过去。好好看呐、啊，红色的甲壳虫。影响人家看车了。骑什么车呀？不是人家的车，好好看。那是两个韩国人，英国人，韩国人。嗯，真的。笨蛋，大笨蛋，大笨蛋吗？这不是。大笨蛋吗？这不是。你说的那是爱你，是什么问题？滴滴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滴滴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早啊，老板们，早，早呀，老板们，早呀，早啊，老板们，欢迎哈，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大家。好好看呢、啊，好好看呢、啊嗯！好喜欢，啊？谁的咖啡？我得喝了。他啥咖啡？妈，他还喝个圣叶拿铁呢。我上楼一会儿给他送去吧。嗯，
连海鲜贵不贵？大连海鲜不贵呀、啊，老板。大连海鲜贵啥呀，老板？大连海鲜不贵。啥呀好看？就是那个来了一个客户的红色的甲壳虫，我说好看。我好喜欢，好喜欢妹子，我好喜欢。嗯，红色的，好好看。就是时间有点长，但是好好看。甲壳虫，老板们，甲壳虫。烟台有船可以直达大连吗？有的，有的，一下就来了，一下就来了，哥。我们还想去烟台玩了。我们前两天还想去烟台玩了，有船直达大连的。你只能喜欢林肯，我林肯又没有这么可爱的小吃。不是哥，他这是后备箱垫，你拿那是脚垫。我不喜，我这为什么只能喜欢林肯啊？林肯又没有这么可爱的小车。我这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叫什么？其实没有什么，没有那个，没有好与不好的车型，只有这个车适不适合你。我家最适合我的车是什么车？冒险家。我们家的冒险家是最适合我的小车，但是价位稍高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我个人多少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，所以说合适自己的才是好车呀，对不对？这里海鲜就不便宜，大连海鲜还可以吧？贵吗？哎呀妈，别喝那玩意儿，毒药啊！真是。他不是都喝瑞幸吗？怎么喝上库迪？啊？哎，我知道有一家三文鱼自助，那个什么酱酱他们家三文鱼自助。但是我不爱吃，不吃生的，我不吃生的。大连海鲜一点儿就是还可以吧？你什么叫贵？我不懂什么叫贵，就是海鲜的话，我不懂什么叫贵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也吃不了太多，我这人也吃不了多少，就是可能吃点儿。什么好吃的？什么好吃的？什么那个？可能我吃一点儿就够了，我自己也吃不了太多，所以说我觉得不贵，我倒是觉得还不贵。不知道，我看着了，他都躺下了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各位老板们。你过来扔店里，扔俺们这儿。等一下，
秀，你问秀云哥和王哥，北那个大连海鲜贵不贵？我觉得反正是不太贵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吃不了多少，能吃个200多块钱的，就是这可能就够了。你自己一个人吃不了多少，还吃不，就是就吃不下那种，买点下啥的，那100多块钱，就是挺够用的。我主要是因为我吃不了多少，你要说大家一起买一起吃的话，那可能也不便宜。那可能也不便宜，咱讲话的。什么字儿啊？怎么哪儿来的？又来了。发个福袋吧，今天咋那么困呢？我一会儿上楼睡觉。再发个福袋，然后我就下播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，欢迎各位老板。他怎么还不下来哦？不下来我就给他喝。啊，我点瑞幸嘛，我点瑞幸，你喝啥？瑞幸，瑞幸，嗯。我看他喝，我馋，那玩意不胖人，喝咖啡胖鸡毛啊！早上喝咖啡顺肠通便。你喝吧，韩俊宏天天喝那玩意儿。福袋重新给老板们发了哈，老板们出福袋重新给大家发了，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哈，老板们，大家可以点左上角的福袋哈，老板们左上角的福袋我们去点一下。还我！早上好呀，各位老板们，早上好。早上好哈，各位老板们，欢迎哈，欢迎大家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大家哈，早上好，各位老板们，早上好。咱们有具体想关注、想了解的车型呢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可以去看一看车哈。主播身后的这一台是咱们家的飞行家哈，大六座的车型，全系标配3.0T 的排量。3.0T 啊，全系都标配3.0T 的排量，这个级别里面，咱想买个3.0T 的，确实是除了它，没有什么在其他的再能选的这个那啥的哈，确实是，你看哈，X5 2.0的，啥东西？这个葡萄冰脆是你点的吗？好喝吗？你等不好喝的。我觉得大连，我不知道贵不贵呀、啊，因为我不逮呀、啊，我逮不了那么老细。我不吃海鲜，我不吃海鲜，吃不了那么老细海鲜，我就感觉它不贵。可能它贵不贵了，我真是不知道它贵还是不贵哥，我真不知道。我想坐一会儿，但是这块的话它没有那么好坐。哎呀，真难呢，真是坐着了，总算是坐着了，不爱在飞行家这坐着，飞行家那个。看看车，看哪台车，哥，看哪台车，看看哪台车，老板，看哪台车，看哪台车，看咱们哪台车呀、啊，老板。
啊，那呗，不爱坐飞行家，就是因为还得下去调镜头，然后座椅调节在门上，这个车死大，这个车死大死大的，我哪也够不着，这个穿个小，穿这个裙子还不方便，穿这个裙子还不方便，我还下去调镜头。老板看哪台车？老板，老板想看哪台车？咱们家我现在坐的这个是飞行家，您说想看车想看哪台？想看哪台车？咱们家是点播的这个制度。想看哪台车呀，老板？2块钱，老板想看哪台车？老板，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来到大连，接到林肯中心的直播间。2块钱，老板您想看哪台车？现在主播坐的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航海这边那个飞行家哈，老板坐的是咱们的飞行家啊，老板。我下去，你给他送去得了。我在这坐着了，妈的没地方坐。那边有客户看车，没办法在那块待着，我就服了，我都。哎呀。航海家在外面呢，老板，航海家在外面，在这儿。啊，对，展厅里有，忘了。不用。林肯有几个型号的？林肯，稍等哈，就这一下子我没看着那个屏幕。林肯一共有几个型号哈？一共是五个型号，五个什么型号呢？让秋上问，不去，你又点火吓我。这边航海家哈，航海家这台是鱼子酱灰的航海家哈，这个一共有几个型号哈？咱们入门级别的咱们的冒险家，中大型的豪华 SUV 我们的航海家，大型的豪华 SUV 我们飞行家，全尺寸的领航员哈宝，然后还有一台全新林肯 Z， 一共四个轿车，一吧四个 SUV 一个轿车，四个 SUV 一个轿车，因为这样能力干不来，啊，这样能力干不来。好吧，交车了，明天休息吧。好吧，我明天还来。前面那个礼品是臭红帽墙吗？不是啊，噱头。好吧，那我客户来要怎么办？他的名字还在墙上，然后暂时要这样子就行。你要一个应该也没事儿吧？啊？不看内饰了吗？不看。耶，小婶儿，婶婶儿，婶婶儿。婶婶，我这个剑刺了一样。航海家在这儿哈，航海家在这边，航海本那个一会儿再看吧。感谢婶婶点赞，我爱婶婶，美女婶婶。这个是鱼子酱灰的哈，老板们，这个外观的话是鱼子酱灰的一个颜色。新款航海家一共就四个颜色哈，总共它就四个色。新款航海家一共就四个颜色，什么颜色？灰的、灰的、黑的、白的。黑的白的灰的灰的，这个是深灰，一个深灰一个浅灰。咱家之前试驾车是浅灰色哈，就是在那个我刚才说咱想出去看嘛，出去看就是那个是咱们浅灰色的，这个是深灰色的哈，这个颜色叫鱼子酱灰，就是咱们家之前林肯 Z 上才有的一个颜色哈，林肯 Z 上才有的颜色。不太爱在这坐着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新的航海家的贼高，新的航海家贼高，上不去下不来的，把我卡在中间就很尴尬。开机动画哈，就每一下我们每一次开机都会有这个开机动画，看到了吗？从这边到这边，然后包括您看啊，看见了吗？他刚才闪了一下，在那个这个车座子上，完了不迎宾了，反正是。
那应该是迎宾不了了，这个，这应该是迎宾不了了。怎么快关火，让他迎宾一下子，不亮了，反正是不亮了。迎宾系统哈，我们的迎宾系统哦，在这儿，看哈，我们的迎宾系统在这个，在这个座椅的位置上，在座椅上还有一个林肯的 logo 哈，它四个座位上都有哈，四个座椅上都有。你看现在消失了。现在消失了，有没有仪式感？家人们有没有仪式感？这是啥版本？这是个尊，这是个尊瑞哈，这是个尊瑞的鱼子酱灰，鱼子酱灰的尊瑞黑内，黑内黑灰内的这个黑灰内的这个尊瑞版哈，378,800的顶配啊，378,800的顶配，福袋还有13秒开了哈，我们去点一下左上角的福袋，参与一下哈，参与一下这个颜色，看一下。好海家，好海家现在优惠政策的话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恭喜农民，恭喜农民，恭喜赵雷私人粉丝。婶婶是不是没抢到？婶婶没抢到，婶婶都走了，好吧，好吧。航海家在这边，然后老板，如果您具体想了解一下我们航海家车型的话，您可以点一下。您可以点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小风车，在这个小风车里面留一下您的11位阿拉伯数字哈，在这个小风车里面在这块留一下就可以了哈，老板们。看一下我们的新款航海家，这个灰色还挺高级的，它比那个黑色，它没有黑色那么沉闷哈，没有黑的那么闷，但是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你看完这个黑的，你不看完这个灰的，你再去看那个浅灰色，这个是灰色的，那个这个是就是那个浅灰色的，那边是呢刚才咱们看的那个是深灰色的，就是鱼子酱灰，这个是浅灰色的，你看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浅灰色的，极致灰和鱼子酱灰。你那里温度多少？我这里记一看，哥，记一看。什么车呀、啊？过去了29，我这没有29，25-26度吧。25-26度吧，这边也就。29-25-26度吧，也就25-26度，没有说很热，没有说很热。我问问会儿干啥呢？
有点累了哈，有点，这怎么困了没睡醒？这是主打一个没睡醒，再发一个福袋吧。昨天晚上又熬夜了，哪天不熬啊哥，哪天到不到十一点，哪天不到十二点我能睡觉啊，哪天不到十二点能睡觉，干脆就睡不了啊，没到睡觉点啊怎么睡觉，是不是？干啥玩手机，主打就是一个玩手机，那一刷抖音我就，一刷上抖音我就没空了，我就哎真是一下也动不了哈，会动也不爱动，啥也不爱干，就在那玩手机，可懒了，小懒懒蛋儿，懒蛋儿。懒蛋懒球懒死了，欢迎哈，欢迎大家。宝，你确定要喝那个葡萄冰脆吗？他们说一股烂葡萄味儿。嗯，你现在来换，你现在来换还有机会，你现在来换还有机会，不勒我，你看你烦不烦人家，不勒我。不勒我。昨天干活累了没？啊，昨晚上钟了，昨晚上钟了。上钟了，上钟了，累了。十点就关机。不行啊。不行啊哥，我做不到啊。感谢 CT， 感谢咱家林肯车主，感谢咱家车主，感谢老板送的小礼物，感谢老板送的真好看，感谢老板送的小花花，感谢老板。这么高不累吗？不累啊，还好吧，他才七厘米，他哪高，他才七厘米。你来呀、啊、宝，你要不要换了？不换了，就这个吧。不知道，你看，那你可以换一个橙子的尝尝，反正好喝不好喝都你都得给我喝了了。我说反正好喝不好喝你都得给我喝喽。不行，快点喝哪一个？点了橙子吧。咋想的？你喝它，肯定不好喝呀。苦甜苦甜的，左上角的福袋老板们去参与一下哈，左上角的福袋给老板们发出去了哈，老板们去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，好看，好看，点个关注吧哥，点个关注，点点赞，点个关注吧，正所谓咱们什么上点关注下点赞，出门就挣500万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不是就这么回事？这么高的根不累吗？它才七厘米，不累了。昨天穿的那个累，昨天穿的那个可难受了。昨天穿的那个是十厘米的根要稍微累一点点。早关注你了，不容错过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张哥，谢谢张哥的关注哈，感谢关注哈，感谢老板关注。我今天真是想写一会儿，有点累了，得睡一觉，要不不睡吧？好呀。不睡觉好像差点啥，
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。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啊，还有5分钟就要开奖了。左上角的福袋还有5分钟就要开奖了。这个鞋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它可滑了，就是它可滑可滑了，就是我好几次有一次穿这个鞋差点就摔了，可滑了。我在这少坐一会儿哈，少坐一会儿，等那个福袋开一下，等那个福袋开，等我们的福袋开呀。欢迎哈，欢迎各位老板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哈，欢迎各位老板们，欢迎各位老板们。我这一天你说早上起来的，咱们家直播间不成文的规定哈，就是如果你想看主播化妆，那你中午再来啊，如果你想看主播那个素颜啊，那你早上来，如果你想看主播素颜和化妆有什么区别，那你早上和中午都来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。欢迎哈，欢迎欢迎老板们来到大连金浪林肯中心的直播间，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哈，老板们去参与一下左上角的这个福袋。我要不要喝呢？和蒙迪欧三大件一样，老板，你要是这样讲话的话，就是那就没法唠了。好多人都说我们是换壳，林肯 Z 是换壳的蒙迪欧，然后加了一个精装修的钱。但是如果你开过这两台车哈，老板，如果你开过这两台车，你两台车都开过都试过，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哈。因为整个车的调教，还有你能开出来的感觉，静谧系统啊，虽然软装上确实是有不同哈，软装上确实是会有不同。整个这个静谧系统，它不会没有差别的哈，老板。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家是换壳蒙迪欧，你就是在熊我，你是不是？你看你欺负我。你说我是换壳蒙迪欧，但是你为什么不说保时捷是换壳大众，说奥迪是换壳大众呢？对不对？你说 A3他们说是高尔夫，然后那个 A1 他们都说是 Polo， 你说哥影响人家卖了吗？一台也没少卖，是不是？你还说我，不只是豪华感强一点啊，豪华感强一点咱们捞不到这么多的价格啊，老板。首先选蒙迪欧的老板们和选林肯 Z 的老板们是两部分的群体，选蒙迪欧的人呢他不会选林肯 Z， 选林肯 Z 的人呢他不会选蒙迪欧。就算林肯 Z 咱们是选的是标配的版本，那各种方面也是碾压蒙迪欧的，就算你要是去单比配置的话，蒙迪欧的话也要你达到顶配的版本，也要你达到顶配才可以拥有像林肯 Z 一样这么多的配置。但是你想花顶配买多少钱了？将近二十万了。所以说老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哈，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车最重要的不是说你的配件，你就是说三大件是不是一样，除了三大件还有一样东西吗？哥你说吧，除了三大件它还有一样的东西吗？没有了呀，没有了呀。底盘给你的这个
给你的调教，给你的驾驶感受，给你的乘坐舒适度，给你的这个静谧性，给你的这个操控感，它都是不一样的哈，老板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有任何一样是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说别欺负我啊。车是好车，就是有一点费油。我入职期间的这一年里，我无数次的解释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说的是咱们家，如果你说早上好，大白，你刚才不是来过又走了吗？我说，如果你说的是咱们家 MK 系列的，就是纯进口系列的，那确实没问题。这个东西费油肯定费啊，肯定费。这个纯进口的东西，因为美国人他们不在意这个东西。美国人他们会堵车吗？你觉得他们上班会堵车吗？不会，上班不堵车的，老板全都是阳关大道，就照道就是开，开方圆十几公里都没有人。老板他们在意油耗吗？不在意，在来到中国之后，中国人才在意油耗。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合资车型，我们不是 MK 系列啦，我们是林肯 Z， 是冒险家，是航海家，是飞行家，不是 MK 系列啦，也不是纯进口的车型啦，咱们现在合。